为了与社会上有意向投身创业人士分享相关从商经验，由澳门工商联会主办2016青创闯天下系列活动，透过实战短片、校园互动工作坊、网上咨询平台及实地考察等形式，向本澳青创人士分享创业经验，提供创业问题咨询等服务。今期节目邀请到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麟、澳门工商联会理事长吴华威，同大家分享青创闯天下系列活动如何帮助青年人认识创业，做好创业前的思想准备及营运基础，更好拓阔创业之路。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留意10月1日星期6晚8点有线互动新闻台人才讲坛节目。